八点档转转发现爱，上课钟响起，恭喜你，你是大学生喽。接下来的四年，你自由了，爱不爱来上课，全部看你自己，想修什么学分，可以自己做选择。顿时之间的无约无束，所谓的自由年代的到来，你会不会觉得你现在就是一个大人了呢？但是呢，一定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千万不要让它一溜眼就过去了，你会后悔莫及哦。所以在大学四年当中，你必须要做哪一些事情去充实你的未来的整个人生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青春洋溢的来宾一起来讨论，也有大学教授专家告诉我们怎么选择才是正确的。欢迎第一位大学生代表，我们欢迎杰森。大家好。大学生代表吴双。李冰姐好，大家好。欢迎淡江大学副教授，我们最爱的洪英正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刚刚讲青春代表就好了，不用再讲后面那一段。洋溢吗？啊，对，洋溢啊。不是，就青春洋溢的四位代表。我啦，五位，今天有五位。好，还有接下来这一位是初社会代表，我们欢迎伯杰。李冰姐好，大家好，我是伯杰。好，在你入大学前，父母或者是一些高中的师长或者是学长学姐，有没有跟你讲过说，哎，我告诉你哦，大学的时候不做这些事情啊，你一定会后悔。他会就是因为我的高中是电机专业，然后老师就会说，你要去考一些证照啊，会有利于你以后进一些公司，或者是你如果想走某某方面，比如说你可能想要走程式啊那些的，你就一定要去考某几个东西的证照，或者是说可能可以去最好读到哪几个学校是最容易，就是业界会有人要收你。那听到这个不会压力很大？还好。你有做到师长的叮咛？很抱歉，我转系了。我上了大学就转系了。白说了，没有，我还是很认真就听他，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很确定自己一个人生方向。对，所以就是那时候会觉得说啊，老师这样建议当然是会努力去做，可是真的到了大学之后会发现，就是在思考更多，就是我可能关于出社会以后，我会觉得说好像我不是很喜欢就是一直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就是面对电脑工作，我想要更就是可以接触新的东西。对，所以就是转系了。那个不是你的热情所在。对，我听过很多名人在那些大学演讲都说你要找到你的 passion， 就是你的热情。那后来你转什么系？影视。你要转以前有跟家人沟通？有，我甚至有想过我想先休学一年。妈妈有没有说你怎么到大学什么都没学会就学坏了？我妈反而觉得是说有没有电机转影视啦，不是说影视不好，我也影视嘛，对不对？可是然后还要休学，还不错的饭碗。对，哇，本来听起来真的很好听哎，对。可是我妈妈就是觉得说，我还是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如果我现在发现了我想要做别的，那反而是好事，就是至少不会就是说我等到我都毕业了，或许如果继续念下去，可能还念了一个什么研究所之类的。可是到最后才发现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这样比较亏啦。OK， 谢谢我们。这很重要。有啊，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有一次在一个您的母校演完讲，对，对，然后呢，罗斯福路那一所嘛，哈，罗斯福路那一所，OK， 好。然后有一位女孩子，她说能不能跟老师聊一下？就聊着聊着就真的就是掉眼泪了，悲从中来。对，悲从中来，对，因为她觉得哈已经好像有点大势已去，时不宜我。为什么？因为她已经念完，她念到研究所二年级。对，而且是电机系电机所，哇，对，但他越来越觉得自己走错路，所以您这个是非常有勇气，而且您妈妈更是值得鼓励。妈妈英明，来吴双，就是听到很多长辈就是说，大学你要多交几个男朋友，交男朋友还是要多交，就是要多看看。哦，是这个，要多挑彩，多认识异性朋友，这样讲会不会比较贴切一点？对 ，OK， 好。但他们都讲得很直白，啊，多交几个男朋友啊，谈恋爱啊，大学就是要谈恋爱，他们都这样讲。但是我都没有，你为什么？我就是没有缘分吧。那你有看到同学谈恋爱吗？有啊，有啊。会不会羡慕？还好。为什么？你可以直说，没关系。我们这里不讲名字的，可以你好的语言对，因为是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是我的就是我的、啊。可是你不会发现说，哎，对啊，因为高中不可以嘛，对不对？高中的时候是绝对不可以谈恋爱的，几乎啦。可是也没有什么喜欢欣赏的对象，所以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地方。
对对对啊，他们喜欢的类型就是他们当然适合他们就好啊。对对对，你看到他交的，所以等于是他们交到的男朋友，你也觉得，怎么长得这样？不交也罢，类似这种啦，对的。所以你现在还是在念大四了，大三还大四？大五，他双主修。大五双主修，双主修 ，OK。对对对对。所以现在还有机会。对，好，不紧张不紧张，我们今天不是在帮你征求男朋友，不担心。来，伯杰。我们老师当时是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学到一个工作的技能。可是在我那时候高三的时候，我听到这种话，我真的会觉得老师是在讲风凉话，就是这种话就是老生常谈。可是我现在毕业了，我真的也觉得要把这句话送给就是前面的这两位就是还在念大学的同学，因为我自己念完大学之后，我是发现现在的大学大多数的科系都像是在培养一种素养而已，就是你不会说你要念完物理系你就会变成是一个物理领域的那个专家，你不会说念完传播领域你就会得到什么金钟奖啊什么之类的，这就是会到达那个领域的 top。 可是你念完这个之后，你会有数学系的思维，你会有传播系的思维。对，所以我觉得你有这个思维以外呢，如果你要具备工作上面的一些技能，你一定要在这大学四年之内找到一个，或者是培养一个你觉得未来工作上面你可能会用到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例如像我，就是剪片现在是我的工作，就是我现在在做影像剪辑的工作。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去学就是 Premiere， 就是剪辑的软体。但是当时我也不觉得说这会是我未来吃饭一定必要会用到的工具。可是当时我学起来了之后，我现在用到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庆幸，当时花了那大概一年的时间，然后把这个软体学起来，变成是说我以后毕业后踏入这个领域，我不用再另外多花时间或者是更多的钱去学这个东西。我们今天这里有一个手写板，有一本书叫《青年的四个大梦》，就是这四个梦，对对对，爱情、学业、社团跟打工。那当然进入社会了以后，它可能就是所谓的你的事业、你的工作，对不对？然后你的社交，然后学业的话可能就是你已经拥有的所谓的学历等等。写下来，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四个学分修得如何？你先来看杰森，自己说吧。来，我帮你拿。来，你说。就是爱情的部分是刚高中刚毕业就跟现在的女朋友就是在一起了。爱情的部分，我觉得在大学里面，我可能没有什么感触，对。OK， 因为那个学分在高中就已经先修一下了，对对对，好，先修班，先修班，对对对。然后学业的话，我就是觉得还在努力当中。有些人会建议是说，你可以往上修啊，修研读一些什么硕士啊、博士之类的。可是我个人是认为说，如果我现在学到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怎么用它的话，我还是先工作，让我知道我应该要在哪边哪方面再加强，我再去做就继续研读的这种方式。然后社团我觉得这比较看个人，因为其实我周遭很多就是朋友很爱玩社团，可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玩过社团，而且我觉得就是很累，所以我会觉得说，那我现在我还转系嘛，我还要修我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社团可能会就是影响到我的时间。对，然后打工的话我觉得是看个人需求，因为我们家是可以支付我的学费，所以我妈就认为说，那你就先去学好来，不要本末倒置，就是你现在一边想着要赚钱啊，然后一边又要上课，那你到时候钱也没赚几个钱啊，然后你学业又没弄好，出社会也赚不多，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因为她家里真的经济状况没有办法允许，可能需要带学贷啊之类的，那我觉得打工是 OK 的。可是我个人的话，我会觉得说还是不要比较好。回应一下那个杰森，就是说现在打工哈，很多时候因为你刚刚的分享比较是从经济面，对，就经济的需求。现在很多打工呢，就是或者我们挂号实习，对不对啊？它其实是一个提前进入到职场啊的一个跳板。所以如果用那个角度来讲，可能思考会不一样。就是说没有经济需要，但是呢，可能我想累积一些这一方面的一些经验或资本。对对对，我大学也有打工啊，然后就有了解，原来社会嘴脸长这样。没有了，你长这样吗？刚刚那样吗？就是没，就是学校真的是不同啦。对，我把对不对？对，学不到的，学不到的，就是面孔哈，我不要讲嘴脸，就是社会的那个面孔，除非你真的在里头。社会也有很好的那一面，只是说跟你想象不同。等到自己，除非真的在历尽其中啦。可是虽然讲是这样讲，其实我还是有打那种暑期工。你也有，对对对。
无双，看看你的四个学分，就是我的四学分。爱情就是 KO， OK， 好，然后就是完全没有修到零学分，然后学业就是还可以啦，有认真，有认真。然后我本来要以为要讲游刃有余，有认真，有认真，有认真。而且你这样子修双学位，其实你知道会比较辛苦嘛，对不对？对，你吃得消吗？人家会觉得说，女孩子大学很难得，尤其是这种对啊，黄金岁月又是在校园里面。其实因为在我们学校双主修是一个风气，就是我们都拼了。对，我觉得我身边其实很多像团契的朋友，他们也都双主修。好，那你是哪个双？我是中文跟政治。对，然后社团呢，就是团契完四年，对，团契就是我的归属。就是我刚刚听到杰森讲的后面两个就怎么办？我都跟他不一样。对啊，我的看法跟他不太一样。因为你大学有玩社团吗？我觉得他。其实都会说团契不算社团，但是其实本质上也蛮像的，就是里面也会有干部，但是我们都做同工，一些服务啊，对啊，然后会去到外面。因为我会觉得社团就是像刚刚杰森说要接干部嘛什么的，对对。但我会觉得那是给自己的一个，就是训练自己处理事情，还有应变能力的一些方式，就是这是除了上课以外可以在大学学到的东西，因为你接了干部就一定得要完成负责任的一个感觉。很好，对对对对对。好，然后打工，对，我也是跟杰森不一样，我大一有在餐厅打工过，然后四年也是在学校行政工读，然后现在有在接伴读的工作。对对对，我是觉得打工也蛮重要的，就是像刚刚洪老师说的啊，就是可以，就是提早先跟职场有一点连结。他这样看起来你很忙哎、对呀、啊，果然是不会有时间谈恋爱啊。对，这也是要追你也不太容易。把这个时间挪到下面了。是，学业，所以学业都顾得很好，这是前提啦，还是要把该做的事情要先做完。对啊，大学就很重要，是时间分配跟管理。那在这四项，就是在所谓的你真正有在做的三项里面啊，你最 enjoy 的，你觉得是最可以做自己的是哪一环？社团，就是团契，团契的，对对对，啊，来看伯姐，好，这我的四学分基本上都有修满了，对，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学业其实也算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不一定都要考什么第一名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对于我来讲，学业它是一个谈判梦想的筹码，就像是你想要考研究所的时候，其实学校很多也都会看班排名。然后去外面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企业都会想要看一下你的成绩大概是落在哪里，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有人说不太重要，其实我觉得依照现实面来讲，其实它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就觉得它是一个筹码，所以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是把它维持在一个我觉得我可以 handle 得住的那个地方，一直都是前三名。对，但我不会要求我说我自己一定要考第一名，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要考研究所，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那个成绩就是维持在前三名这样。回应一下就是打工的部分，打工的部分我也蛮赞成那个洪老师他刚刚讲的，因为我觉得从我们小时候一直到大学之前，我们对于工作都是靠自己想象的。就像我们高中在填志愿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念戏剧系，可是那时候我没有接触过任何表演，所以我对于戏剧系也是想象的。然后后来之后，我去问了一下我大学念戏剧系的朋友，他们才说，其实念戏剧系的时候，你要念一大堆莎士比亚的那种外文啊的那些东西，英国文学啊，就是其实不是你想的，就是你只要进去里面学演戏、学表演就够了。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打工也是一个让你，第一个是让你确认这个工作的想象是不是跟你的想象是一致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时候我会选择去咖啡店打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就像刚刚杰森讲，并不是因为我缺钱，而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未来想要当老板，想要自己开一间咖啡厅，因为我很爱喝咖啡，对，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地方，变成是我先前踏入职场的一个管道。结果我去了之后才发现，其实你要去进一间咖啡厅，你要面对的是很多咖啡以外的事情，例如 OK， 就是你要面对很多不讲理的客人，然后你还要去每天清厕所是一定会做的事情，可是你会就是怀疑说为什么厕所会非常的脏，所以那时候才想说，哦，原来经营一间咖啡厅并不是你真的喜欢咖啡就好，其实你要附带很多的事情。那就像是
我们对工作的想象，我们都只看到正向，我们自己想要追求的那个那一面，但其实后面还要附带很多很多很多的现实面，没有去顾虑到，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在我还没有毕业之前，我就先把这个工作先暂时画个叉，就是它不会是我毕业后唯一首选我想要投入的这个职场，因为它已经跟我幻想的那个状态已经是不一样的。刚刚他们三位都有过所谓的社团的经验，对，甚至有大学生他一进学校，他最担忧的就是那我到底应该进哪一个社团？当然也去聊啊，人嘛都会希望说好像进到那个所谓的最受欢迎啊，或者最光鲜的那一个。进社团很重要吗？我觉得很重要嘞，是吗？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学校的一般的那个学习还是比较偏知识面，我知道知识面。那像譬如说像譬如说美学啊。啊，像服务性的这种劳动劳作啊，可能一些可能记忆性的东西，技术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一般在你的专业科系里面，不太容易学到，对，所以如果有机会啊，刚刚其实怡萍姐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热情 ，passion， 对，我觉得那个尤其在大学阶段呢，也许你一开始进去哈，好像进入一个大观园，你不知道哪一个社团比较合适，对，那我通常会给那个大一的同学们一个建议，就是你就先。锁定个两三个是啊，可能有服务性啊，有音乐性啊，对对对，可能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啊。那你大概走了一个学期，经过这种你知道吗磨合以后，你大概就知道自己比较适合哪，喜欢哪一个。嗯，对，我觉得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社团，甚至把它发展成为你一生里面，不管是跟别人或者是跟自己，啊，或者你要告诉人家，你自己的独到之处，我觉得那个社团的那一方面的学习啊。哎，都是可以讲说，尤其在大学阶段，是你最有时间好好的把那一部分学好的一个阶段。进入职场以后，其实不容易。所以你刚刚好像我听起来有玩过音乐嘛？有。对对对，哦，所以我对不起，我用这一个哈，我觉得我用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哈，他提的这个有五个嘛，学会求知，啊，这个当然是学习方法了啊。进入大学，我们什么该怎么样子来建立读书，或者是我们学习的能力啊。Learn how to learn 啊，就这个观念。然后这里说学会做事，其实刚刚那个吴创有讲到，我们有时候做干部，对不对？对啊。对。哎，这个其实做干部很重要，你要里里外外都要照顾到。有。啊，尤其是社团很多时候要拉赞。有。啊，你还要去拜会很多厂商啊，或者是附近的店家，对不对？啊，就尝尽人间冷暖啊。然后学会共处，哎，人际关系。对。对，这个有时候班上哦，大家忙也就没有机会。在社团，还有呢，在跟。两性啊，我们跟为什么这个？其实我还蛮鼓励吴双，趁着那个大学还没有毕业啊，看上帝有没有帮你开路啊？对，谢谢啊，应该追求者很多了哈，只是没有吧、啊？那怎么办，怡萍姐？我是他是客气的，对，我认为是客气。今天节目播出以后，我们再看看他说不说，对对对，雪片纷飞、啊，对对对，是好好好。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学会自处，我觉得这一件事是很多我们现在呢。很多在这个你知道吗五光十色的生活当中，很多我们年轻朋友不太会啊，就急着要找网友。可是像你譬如说你会弹吉他，对不对？或者你譬如说你很喜欢戏剧，你自己呢好好品尝一个下午徜徉在一个戏剧里面，那是很满足的。是的啊。最后一个就是学会改变。我觉得我们如果更多的经验会让我们看见，原来这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有一种选择啊，其实有很多可能性。所以你就会强迫自己去改变。我觉得在大学阶段，如果我能够，由您主持这个节目，我想我可能有一个不一样的、更丰富的人生。但是我们当然还是需要有洪老师做专家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机还是最好的嘛。这个议题其实真的对年轻人很重要。有。对对对。而且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很多大学生说他们大学都做过，甚至还会告诉学弟学妹说你也可以试试看，这个叫做翘课。哦，我觉得翘课不用故意。你难免偶尔会睡过头，或者觉得这个老师呢他不太点名，或者是有的时候是阶梯教室，你还可以拜托你同学，拜托你帮我怎么样，都有过 OK。 洪老师你翘过课吗？几乎没有。我就知道，我就不好意思问我这个问题，有点八股了。 我甚至有跟工作人员说，我觉得洪老师可能会因为觉得面子，他会说有过一两次，几乎没有。你为什么都不翘课？我不知道呢。我这个好像从念书以来，我就给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有点好像是一个使命感呢。Okay. 对，那您晓得，我也把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分享给我自己三个孩子。OK， 对他们跟你们年龄可能大一点点，但差距不大。可是呢，他们也都在大学阶段、研究生阶段都没有翘课。
对，不好意思啊，这个听起来很无趣的人生。不会，哇，身为老师教授多高兴啊！可是你知道，我认为没有翘课，其实它是一种纪律，它是一个自我磨练。你知道吗？上面讲的实在是超级无聊，可是你还知道怎么样自处度过那五十分钟。哦，那我很会，那个我非常会。对。上课有没有打瞌睡的？偶尔会吗？哈，会啦。有没有翘过课？有吗？你看乖乖无双也都有哦，因为乖乖无双这已经变成一个不是，你为什么会翘课那一次？就是因为有上到一些，就是有一个老师的课，然后他讲的我听不懂，但是他是厉害的老师，但是我听不懂他讲什么。然后其实要做自己的事情可以，但是因为他记住我了，然后我就不能做自己的事情，他会点我。你做了什么让他记住你？我以前最怕被老师记住。我的名字。无双。对。伯姐一定有翘过课。翘过课，但是。我觉得翘课，我们其实也是去学会后面你要承担的后果，就是你可能会被当掉，你可能会被扣分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就是如果你自己翘课的时候，你要自己去评估那个利好，对利弊嘛。就是如果你评估完之后，你觉得，例如你是去做一件就是比坐在这边听课还要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可能会损失掉你这堂课扣个一两分，你觉得 OK， 这评估起来是合理的，那我就觉得就翘吧。OK， 你有翘课被抓到吗？抓到，那你都换系了算了，没差。就是被抓到，直接消失。我是觉得就是在现在的环境下，已经没有人会觉得翘课是一件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会变成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太好的一点就是，如果你还在处于我觉得我翘课好刺激哦，那我觉得反而是好的，因为其实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是你本来不应该做的，所以你才会觉得很刺激。可是当就是你已经发现翘课已经是你的日常，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没上课，我还甚至不会想要跟我朋友讲说，哎，我跟你讲我今天翘课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不行了，那个时候已经对，就是已经是你就是没有想要把就读书当成一回事，所以才会就会觉得说我今天没有去上课，就大家不都这样吗？所以我是觉得我还处于那种翘课会有心理罪恶感那种阶段。我也有啦，我翘过几次课，可是呢，后来我有去跟老师，就是有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跟老师沟通，说明一下。你知道大学四年哦，学生也都把老师的习性摸透透，学长学姐也会跟你讲，甚至会告诉你说这个试要怎么考，他的考题都是怎么样出来，所以就是一代代相传之下，也对了，该上课还是去上课啦。对，因为偶尔打瞌睡出来，哦，精神超好的。他们都很厉害，他们都会上那个 PTT 先查一下，看这个老师如何啊？对啊，会啊，会都会有了解哈。对，抓到翘课老师会怎么样？洪老师，我以我来讲了，我还是鼓励年轻人不要翘课。对啦，对，但是你真的有事哈，我觉得就诚实跟老师说也没有关系，因为翘课有几个后遗症，第一个会习惯。对，不好。好，然后呢，会让你对于自己应该要遵守的一切啊，会慢慢麻木不仁。对，这个真的是很严重。那你在想，你课可以翘，班会不会翘？将来就是会翘，对不对？以后就是你就变成一个责任感相对比较薄弱的人。还有翘课有一个就是说，你一两堂去哈，你会发现听不太懂了，跟不上，所以会有挫折，那就可能会慢慢的越来越边缘，越来越严重。对，而且跟同学会脱节，因为人家就可能会贴一些负面标签了。对啊，大家都有来，所以尽量，不要翘课。对，尽量。这个当然听起来很多人说，哎，关机不要听了。啊，没有，我们后面还精彩呢。后面还精彩。对。好，来，大学生活有没有青春代表作，让你现在回味起来热血沸腾？杰森这边有照片。我在升大学的时候，这是日本那个千鸟居的那个道贺神社的顶峰拍的。然后我们这几个人是因为我们考完大学之后大家就很开心啊，就是说啊已经解脱了，是，所以就想要去干一件大事，所以我们就所有人就是暑假的时候我们六月份开始放，因为毕业生嘛比较早，我们六月份的时候就大家全部都各自去打工，然后到九月最后的五天，大学开学前五天，我们全部人飞日本，然后自助旅行。可是你们去的那个有没有什么地标？因为这看起来像阳明山呢。哪个地方？这是唯一一个合照。真的吗？啊，拍谁了？所以因为我没去过了，不好意思，原谅我。好，来，无双该你了。好，这个
我印象最深刻的两件事，一个是我有参加一个微电影比赛哦， oh, okay. 对，然后我是从这个开始发现我有就是剪辑影片的兴趣， oh, okay.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是我们拍其中一个片段，这是我们的男主角，然后我们最后有得奖，就是给我很大的鼓励，对对对，然后第二个是我在团契办跟我的很好的朋友第一次办的一个活动，对，就是送酒跟交集，然后那一次就是。广受好评，然后也是给我很大的鼓励，对对对，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波姐这里有没有照片分享一下？有诶，我去参加那个国际志工大学的时候，然后这是在台南吗？啊，不是，这是在韩国的华侨小学。哦，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这个国际志工并不是那一种你缴机票钱你就可以出国，然后去担任志工的那种机构，我这种是就是你必须要写一个企划，然后学校审核过后，然后你要去跟对方的那个你要服务的那个机构联络，然后他们同意你过来的时候，你才可以过去。是，对。然后因为当时我在大学以前我是没有任何出国的经验，因为家里的经济比较没有那么允许，但是我又一直很想要跟国外有做一些交流，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他们的暑假就是飞国外，然后去体验，就是拓展视野。然后我就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怎么没有这种体验，然后那时候就自己想办法，然后刚好学校有办这个补助的比赛，所以我就是跟几个社团的好朋友，然后也是想要出国但是没有那个机会的朋友，然后就是一起熬夜，然后都没有睡觉，然后去联络韩国当地，也不会讲韩语，然后英文也很破，然后就沟通，对，然后沟通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后来就成了，然后就去韩国服务了两个礼拜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这个经验我们还有上新闻报纸，然后去广播做宣传，就是很多后续的发酵跟效应，然后这些体验，例如上广播啊、上报纸啊，都是大学没有想过会可以碰到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活动。对，那你回来以后觉得自己有成长？真的，你会看到文化上面的差异，我觉得会。更多的同理心的培养，因为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做很多的决定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可是当你真的走到外面去看的时候，或者是你不走到外面也没关系，但是你可能去偏乡做服务的时候，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去偏乡做客服的工作，就像有点像无双他的伴读的工作，你去做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我、哦、这个世界上其实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跟你想象的这么的舒服，这么的幸福，其实还有很多世界不同的角落可以值得我们去同理去关注的。对，所以我是觉得出国看看真的是可以拓展自己的眼界以及培养自己的同理心。好，千里路万卷书的概念是好。相较于过去呢，我们这一代大学生面对了很多跟我们之前的不一样的一些挑战，然后呢在这边呢洪老师有列出了九项提供给大家，就是你在大学期间可以趁这个还是年轻的岁月，然后又很自由的状态之下可以完成的几件事。第一，洪老师建议说，真的你可以呢学唱歌或者是一种乐器，也就是所谓跟音乐的一个交流。二，培养一项运动嗜好。三，学一种可流利交谈的外语。四，参加能够帮助人的活动。五，参与国际化的活动。六，学一种电脑程式语言。七，多认识社会领袖。八，找到人生的明确目标。九，就是认识未来的创业伙伴。电脑程式语言，我很会用 Siri 啊。Siri 哪里有最好吃的薯条？这个不算吧？哈，也不错了，也不错。可以吗？对对，很多人有这个手机不会用，就 OK 是不是？无双来这边，你有没有自己觉得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学一种电脑程式语言。跟我讲，我跟你介绍，这真的是那个程式吗？就是很厉害那。对对对，可是那个不容易。对，是不容易啊。不过你至少可以去修个课，尤其你现在还在大学，资管系啊都会有、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他也会训练你的逻辑思考能力。对。然后呢，尤其是你知道吗？当你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你会接触到目前我们蓬勃兴盛发展的，比如说像人工智慧啊。虚拟的这一个未来的网络的这一些很多相关的技术 IoT 等等，就是说无形中你譬如说你本来是中文跟政治对不对，那你忽然间就一下子被拉到了我们现代科技最核心的那个面向，对，那你在跟人家对话啦，忽然间你就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那我们高中的时候都有学那个有一只猫在跑步的那个
那个算不算？对，那个算不算？对不起，我的高中没有一只猫。哦哦，老师是大学规格了，拍谁？对，你们觉得算不算？不是，我那个年代跟不一样。不知道有一讲有一只猫在跑步是不是？是有一个城市设计编，那算编码的一种，就是它只是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让你可以快速的学。其实基本上这种就是老师在上面教你怎么做，然后你就把老师打好编好的城市码。然后输入到你的电脑里面，对对对，然后就那只猫就会动起来。OK， 来，杰森，你觉得哪个项目是你还没有做到的？我不知道怎么样叫做流利交谈的外语，就是我这定义在哪里会比较好？就是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英文没有很好，可是我在美国可以就是跟别人讲英文，可是就是我会的词汇没有那么多，不然就是我写不出来，因为我背单字真的很难。没关系，弄个软体就出来。对，就是如果一般的去快一通买个东西啊，或者是生活上是都还行，可以运用嘛。对，然后创业伙伴是比较。这个好难哦。对对，我你怎么会知道他是我未来的创业伙伴？对啊，因为有的时候就好像哎，我的好朋友，但是他不见得可以变成我的创业伙伴。甚至有一种讲法就是不要跟朋友或亲人做生意。那这个就是大家都感觉上现在可能同系的人志同道合，一起在念同样的内容，可是进入社会以后又会是另外一个局面，所以怎么样去观察？对对对，我觉得哈，我们说慧眼识英雄嘛，对不对啊？其实有时候贵人就在你身旁。你当然不知道每个人发展的潜力，可是你可以在这个所谓的大学阶段啊，大家人际互动往来，你可以呢慢慢的知道说哪些人是可信人，哪些人他是有未来性的，然后呢，哎，像这样的对象，对不对？这样的朋友，哎，我们就要多用一份心。学唱歌跟乐器，如果这样讲，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陶冶你自己的心情，对对对，一种欣赏，算是艺术的。运动嗜好，对，未来人生一定会有很多的压力。对，有一个运动嗜好，舒压健康的要求。好，外语要变成一种嗜好，而不是体育课而被迫去而已哦。有，就是你会自动自发。对，对，你就会自动自发，对，就喜欢去做这个。有。对，那变成你一生很重要的资产。有。对，我列这些最主要是觉得说哈，不要一直只是停留在学校的那些学分的学习。其实大学真的是一个无与伦比宽阔的一个园地，但是自己要去追求。在很多的社会人士都说，我当初在大学学的，我在社会里头根本就用不到。伯杰现在已经是进入社会嘛，你觉得这句话对吗？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像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讲的，我觉得现在的大学学的东西就是培养一个素养而已，所以我会觉得他会不会实际去运用得到，我觉得也是要靠你在大学四年当中，你有没有真的去想要认真的去学习到一个技能。那如果你是真的完全没有想要学到一个什么技能，你只是乖乖的把这四年的书念完，没有被当安全毕业的话，那我就只能说你的确就是只能够学到那一方面的素养，就是你的思考逻辑或者是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就会跟这个科系培养出来的这一类的人会比较相似，但是不代表说你从这个领域毕业了之后，你就是一定可以做到跟这个领域百分之百的工作。因为其实我自己系上了大多数的，不管是研究所还是大学毕业后跟做自己系上科系百分之百相关工作的人也不到60%，多数的人其实都是做跟自己本科系不相关的工作，但是他们可以运用在我这个科系学到的思维跟素养去解决他未来的这个工作领域上面发生的问题。杰森，就是你要已经确认了你要以后想要做的方向之后，再从大学里面去挖掘一些东西，就是也许这不会是就是课程上教的，像是跟教授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可以去挖掘的，因为你的教授可能就是未来你可能业界的老板，对啊，就是可以跟他们多有培养一些关系，或是多请教他们一些关于你真正对于职场上有问题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你说在大学学不学到东西是学得到，可是有没有去深掘这一部分？可是基本上我认识的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只是希望拿到那张纸就好了，这样子的话那大学学到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在职场上起到太大的作用，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他未来的职场长什么样子，很多的未知。但是呢，真的是建议大家还是要拿到那一份文凭，因为其实在未来的社会里头，其实不管怎么样，其实那个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环。然后在这边刚刚杰森一开始有提到，你不但是转系了，你还想要 gap year， 就是一年的时间或者多久不知道。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gap year。
在这个当下的很多年轻人啊，他们在念完高中了以后，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想要来一个空档年 gap year， 腾出一年的时间，以实践的方式来体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或者是生活方式，例如旅行、修读非学术课程、义工服务、工作、假期计划等等。虽然很多的父母会觉得你就是想要浪费时间，然后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名词，好，你就是想要365天什么都不做。但是呢，我们这里有另外一个可以给各位做参考，不论是大人或者是学生，以色列的年轻人他们在很多家庭里面是被允许，甚至于被建议有所谓的空档年，通常就是在高中毕业并且服完兵役以后的1到2年。以色列呢，当地呢也会举办空档年展，帮助空档年中的年轻人寻找未来的方向。那这个故事在以前的节目有聊到过，就是犹太人他们也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入大学前你应该先了解你到底你的长才在哪里，你擅长做什么，所以你才不会枉费接下来的4年大学时光去选择了所谓的错误的方向。因为你念高中的这段时间，不论如何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课本怎么说，或者是好的老师的一些教导，可是接下来的4年，如果以一部列车来讲的话，对不对？人生要进入社会以前，你就是要搭上幼稚园、小学、中学、高中的列车，大学就是最后那一台最重要的接驳车。这个车子下来了以后，你应该就要直接进入社会。所以为了这样子呢，很多犹太的家庭是很建议年轻人去寻找到自己，然后了解我的长才在哪里，然后选择科系，尤其是进入大学以后，他更清楚知道原来台上的老师教授他所说的内容是可以套入未来的生活里头，所以就不会学得懵懵懂懂的，等于就是先了解自己，然后去找到自己的工具，而不是先拿齐了工具说 OK，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我是要盖房子，还是要去修车子，还是要去建一台所谓的坐飞机等等。基本上如果以我的角度，我基本上是认同了，认同的，对，但是我觉得一定要非常有计划。嗯呀，因为如果只是赶流行啊，或者人云亦云，大家都这样我就跟着这样子，其实我觉得那一年确实就会像爸爸妈妈所认为的啊，就是你纯粹是想混想浪费啊，对，而且你那一年或者一学年你再回来，你会发现你要付的代价是很大的。对 对，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要有一个计划。那我看到一些，假如以台湾的现在的大学现况，我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都是在大四。嗯，对，就他们大一开始呢一直到大三乃至到大四上学期，其实呢他们都是超修的状态，因为蛮投入的蛮积极的，所以呢他必要的学分都已经过了，甚至已经提前毕业，所以呢他就会有一段时间呢他可以好好的在进入职场之前，他可以去摸索，去等于就是说实际上去参与。那自己就是说像老外呢，他们常常在大二啊到大三中间有一个这样的 gap， 甚至就打道回府啊，那么想要自己去创业了。我觉得以台湾目前的整个大环境来讲，可能这个想法没有办法那么成熟。不知道那个大家最近知道吗，就是说台积电他们最近就发出一个呼求了，一个 call， 就是说他们找不到 PhD 了，找到博士，博士级的 研发人才，博士级的工程师。为什么会找不到？因为没有人要念了。没有。好，这就要回到前一阵子，就是若干年前，大家也曾经讲说，哦，你看好多留学生回来好可怜哦，都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都一直不断的在书本里头或者在学校里头，所以变成说好像失业率很高的群组当中，博士占很高的。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想说他原来就不那，对啊，就花那么多的时间拿到 PhD 回来反而没有投入啊。怡萍姐讲这个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原因，确实很多人呢就是为完成学位而完成学位，不过确实哦，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已经很多元开放，很多大学生他们不认为说好像念研究所是自己未来好像有一个更好的职涯的必要条件，对，他可能是可以选择但是不是必然，对，所以现在就是说为什么会找不到博士，因为硕士也越来越少，现在申请硕士的越来越少，所以现在很多学校都是在大三大四就开始鼓励自己的学生啊，你来修5年一贯啊，哦，对不对啊，提前先修班啊，先把票房巩固好啊，对，这个都是不得已的情况。不过我认为啦，啊，如果你自己的能力够，家里的各种条件也可以配合，对，其实真的进入了研究所然后完成学业以后，你发现你在职涯上面你跟没有研究所学位的朋友
确实会有一些差别。对，尤其你们的那个升迁的速率啊，或者你的薪资的那一种调升呢、啊，我觉得会变成是这样，不太一样。对，所以各位可以参考看看。嗯，好，我自己觉得念研究所要念之前要先有一个心态，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疑问是还没有被解决的，因为。但然后这个疑问你要能够具体的写出来，你还有什么疑问？因为如果你完全不抱任何疑问去念研究所的时候，会非常的痛苦。因为我很多朋友他们是为了，就像老师刚刚讲，我这个年代非常流行念研究所，因为觉得大家都在念，我也要去念。可是进去之后，你会发现研究所的教育模式是你要自己去找方法跟找资料去解决回答你自己心中的问题，老师只是一个引导而已。对，所以当你没有那个热情的时候，你怎么会想要去找资料？而且那些资料都是原文的，看了就是头会很痛的那一种，你怎么会有那个动力呢？所以当如果你真的没有疑问的时候，我是建议你可以不用去念。可是如果你真的有疑问，你去念完之后，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是获得蛮多的。因为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因为研究所它是一个培养你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因为我研究所念的是有关于人文方面的，所以其实也常常要做访谈。那做访谈也是培养我怎么样去同理跟我不同场域的人的那个心态的一个机会。所以在我现在在做影视产业相关工作的时候，我除了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外，我遇到很可怕的酸民在骂我的时候，我也会比较同理，说为什么会他们会有这种心态，然后我要怎么样去面对我现在面对酸民的时候我不开心的情绪。因为我受到的训练是每一个情绪一定都会有原因的，那我会换成是我要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状况，或者他会有这样的情绪。所以我觉得研究所念完除了有帮助我在工作上面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外，我觉得在情谊上面的培养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嗯，洪老师，请问是如果毕业之后想要从事跟本科系不同领域的工作，应该如何去准备？我觉得你就是说在大学阶段哈，还是尽量涉猎广一点。对，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科技整合的时代。我们那个年代哈，你知道我们必修学分数像，但我相信怡萍姐那个年代跟我不一样，但是我那个年代她叫我怡萍姐啊，但我比她没关系，要强调一下，外名叫做怡萍姐。对，我那个年代毕业学分要将近170几，对对，现在的同学只要120几个，对，所以你看这个花在那个课业上时间，而且你几乎都是本科系，你很难有这种跨系或者跨校的选课。现在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我真的鼓励大学的同学们利用进入这样一个丰富的环境，赶快多多去接触去探索，然后找到你自己真正的热情。我还是回到那个，我非常同意热情这件事情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我们资讯科技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呢，这个是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他们提出来未来所需要的人的能力总共列了有10点，这个希望好朋友可以做参考了。嘿，那博姐她讲的其实好多点都在这上面，像譬如说要有那个譬如说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不对然后呢，你譬如说你刚刚讲到情绪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呢，自己要能够跟别人互动，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说你也提到解决复杂的问题我自己也认为就是圣经有一句话他说你著书多，没有穷尽。就是说读书如果是硬知识，就是专业科领域的那些知识，你再怎么念都念不完。对，著书多没有穷尽，然后呢读书多使人疲倦。那一段圣经的话，传道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人生的意义。那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就是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知道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独特的计划。那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好朋友，包括博姐啦，或者无双杰森，可能你们都已经找到了。对，那这一条路你走起来，你就是像我刚刚讲，就充满了那个你知道吗，热情，对不对？然后呢，一点都没有那种后悔或者觉得倦怠的感觉。那这一定是一个亮丽的人生，一定是一个丰富的人生。然后最后这边呢，当然刚刚洪老师有提到台积电，然后我们张忠谋先生这里他也列出了一个类似像刚刚洪老师也有讲大学期间可以完成的事情，一共有11项。可是我觉得呢，除了前面大家很雷同之外，还要再加强提醒，就是各位你一定要趁这个时候18到22、23，你要做一个成与信的人，这个未来在社会上面将会是受用无穷，你会很清楚的知道应该走哪一个正确的路。
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就是大学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我相信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一定漏掉很多，请各位多多包涵。可是你来数一下哦，一年365天，一个学期呢是9个礼拜，再加9个礼拜是上学期，一共18个礼拜，一年上课36周。然后吴双还提醒我说不要忘记还有国定假日哦，所以呢所有加起来乘以4，真正在学校的时间不超过1000天。好好的把握这1000天，时光过得非常快，但是不论他的脚步有多快，他都可以是非常充实的。我们相信现在年轻人比我们以前聪明多了，对不对？所以一定会有一个很棒的未来，然后也祝福你在这1000多天当中，学校的岁月是过得让你回想的时候是美好时光，没有任何的遗憾。谢谢你们，谢谢，谢谢，Thank you。